上集说到，相应他们收到了31%的邀请，前往了31%的老家参加演唱会。而前沙都因为要参加东京舞蹈比赛和一些特殊的原因，没有和他们一同前往参加演唱会。而在结尾时，前沙都的书包中放着退学申请书。前沙都会退学吗？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影片吧。千沙渡小时候并不是和现在一样，是一个无论和谁都能相处不错的人，而是一个经常被人欺负、性格内向的少女。在小时候的某一天，她因为在别的小朋友的地盘玩耍而被他们欺负。现在的小朋友这么可怕的吗？在他们要拉走千沙渡最珍贵的东西时，相应大喊着跑了过来，要他们不要欺负千沙渡，还很有霸气的要他们把千沙渡的发圈还回来。不知道是不是觉得相应不好惹，还真的把发圈还给了他们。在事情结束后，千沙都害怕他们会回来复仇，但相应表示自己会保护好千沙都的，如果遇到什么困难尽管告诉我。而千沙都此时心里想着，自己不能像这样依赖相应了，终有一天要变得能帮助相应。时间回到现在，千沙都正在为了这个目标努力着。在千沙都努力着的时候，相应他们也没闲着，一早起来就和三一派一起进行训练。二三一趴的训练量极大，虽然没有明确说明是多少，但一看到跑步10 km 就基本能确定是海野等级的了。竟然是海野等级的，很明显咱们体力较差的可可是受不了的。大概才进行训练不久，可可就倒下了。不过在看到三一趴的表演后，就立刻满血复活。果然在偶像的表演面前，体力算什么东西？然后他们继续看了表演的舞台，这舞台是三一趴和同学一起搭建的。他们也告诉相应他们做校园偶像的原因，因为这岛上的居民不多，所以他们才会做校园偶像，想和学校的朋友一起炒热岛上的气氛。我怎么觉得校园偶像能做到的东西越来越多了？此时画面去到千沙都上，他正在老师的指导下进行训练。在老师离开后，练走了进来，但他并不是来找千沙都麻烦的，而且态度也和之前不一样。之前是难以接近的感觉，但现在给人的感觉是很好相处，而且还会担心千沙都的事情，算是让我们看到了练的另外一面。そういうわけではありませんが、大丈夫、喧嘩したわけじゃないよ。哇哦，原来你是傲娇啊！在千沙都想从书包拿东西的时候，不小心把退学申请书掉在了地上，而且还被练看到了。但他很快的就把退学申请书放回书包，还直问练有没有看到上面的内容。练就表示自己没看到。不过这也是说话失误了吗？毕竟之前是两张纸放在一起的，但现在竟然只有一张掉了出来，感觉有点不合逻辑啊。但我们先不讨论这个，先继续说剧情。画面就去到了可可身上，为了报答三一派招待他们，哥哥就想煮一些上海的食物来作为回报，但却都煮过头了。然后景就表示让开，让专业的来。而相应就在外面，他还在思考作曲的问题，而刚才三一趴说的东西也让他有了一些灵感，所以他在想如果他们也有目标的话会是什么心情呢。他也告诉了 Unite， 现在学校也有人不支持他们活动的事情。说着说着就说到了千沙都的事情。 Unite 也在此时得知千沙都没有来自你的原因是因为要参加东京舞蹈比赛。相应台说千沙都从小就喜欢跳舞，所以现在一定在努力练习吧。但 Unite 却有不同的想法，他认为千沙都应该是因为别的原因才没有和他们一起前来这里。在吃完晚餐后，圆圆现在是满月的关系，所以他们就出去看了月亮。而千沙都很喜欢圆圆的东西，相应就打算拍照给千沙都看看，但被千沙都抢先一步，然后相应就打了电话给千沙都，并在对话的过程中发现了千沙都好像在烦恼一些东西，加上之前尤奈说的事情让他有点担心，所以他就拜托尤奈做一些事情。而在比赛当天，千沙都在训练室确认动作，而练也在那里，因为之前看到了千沙都的退学申请书，这激发了练的好奇心，但又不敢和千沙都说，于是他就开始了玩闷。千沙都也感到有些不耐烦，就直接问你到底想说什么。练这才把事情告诉了千沙都，而千沙都也告诉他，如果这次的比赛没有获得优胜的话，他就会退学，然后去海外。会决定这样做是因为他没能帮助到相应，继续留在这里练习跳舞也没有意义。那他就说了小时候的事情，大概就是千沙都在小时候经常被别人欺负，也没有什么体力，是一个和现在完全相反的女孩子，而改变她的就是相应，所以她想成为能帮助相应的人，然后她就开始练习跳舞了。现在的她认为她必须靠自己取得成绩，不能再依赖相应，所以才没有加入校园偶像。
而今天就是决定一切的日子。但千沙都在等待比赛开始的时候，突然看见香音出现在面前。原来之前香音拜托 Unite 的事情就是这个，他回来就是为了关心千沙都。而千沙都看到香音，自然是感到开心的，原本紧张的心情也缓解了许多。但之前才说过不能依靠香音的，也和香音说自己要在今天成为会做香音不会的事情的自己。香音也和他说自己也觉得经常受到千沙都的帮助，所以现在他们想法是一样的，都是因为对方才会在各自的领域努力到现在。而成功解开自己的心结的千沙都成功获得了优胜，而同时之前练问的问题有了答案。在获得优胜后你会怎么做？那个就是转去普通科，然后加入相应他们。而千沙都也很快就迎来了自己的第一场演唱会。拥有了千沙都后，很明显他们的实力得到了明显的提升。你问我是在哪里看出来的吗？当然是看三一帕的表情啊。好，第六集就在这里结束了，那是时候来说说感想了。那第五和第六集呢，其实有挺多地方人吐槽的，比如新的帽子啊。或者是景和可可的打情骂俏之类的。但因为要想办法把每一集控制在8分钟内啦，所以有些事情还真的是没办法放进影片的。但我们先不说这个，那这两集整体来说呢，我是相当相当满意的，满意的程度我实在是说不太出来，反正是非常非常满意。而且我认为制作组有充分发挥出只有五人的优势，因为只有五人的关系，所以对于角色的刻画确实是相当不错的。而充分的角色刻画就让我对于这两集感到非常满意，因为在这两集之前千沙都在我们心中的形象就是一个非常乐观擅长运动的少女，但这一集告诉了我们她之前并不是这样的。而且还因为之前刻画的关系，当得知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是相当大的反差，前提是你没看过哈基麦利奇米诺索拉的 PV 啦。反正我个人是相当满意的，也因为这两集千沙都的表现让我十分喜欢紫哥角色，所以角色感想系列我预计会再增加多一人，其中一个就是千沙都了，另外一个角色是谁呢？当然就是我们下两集的重点角色啦。好，那今天的影片结束，我是东，我们下个影片见，拜拜。
次回、決戦、生徒会長戦。